高雄的台东病院委托高医体系经营十五年啊，不过这经营权每年都要外交给中嘉病院，这也引起台东病院的医护反对，因要求市府说明规定，重视台东病院医护人员的工作权。啊，那市府表示，这招标的心机拢公开，绝对无使暗盘。劳动权益最优先，谁当老板我不管。日头下，台东病院医护人员大声抗议，不满病院搭档凭感情一拢真好，经营权算换手，为隔一体系转做是中嘉病院，自己起付恶想作业。我们低薪已经很可怜了，我们要一个幸福的家，幸福的企业，他凭什么帮我们换家？从头到尾完全没有写到医疗人员的权益、劳工的权益，一个字都没有。台东病院上千名员工，有600多名是高医代工会会员，工会发起抗议，300多个人走上街头，要求工资计算要比现况较好，福利制度全部保留，年资嘛要完整来承认，毛病患患了影响着看诊的权益。我看到咱卫生局，逐工逐咱摸哦，白布要捏到乌啊！为什么突然今年底就说啊？怎么我整个医院要改组？那我的医生怎么办呢？市府回应经营权外手，是评审认为中嘉提供给民众就医权利等部分比高医较好。招标意愿嘛，全程伫警方监督之下公开，绝对无乌想。高医经营大同医院15年期间，有长达13年期间没有24小时急性脑中风处置，没有24小时儿科专科急诊，14年没有24小时心导管服务。高雄中嘉病院嘛发声明表示，拿到预约第一顺位就开过6届会，毛3届员工权益保障的会议沟通，现任员工刘林会安排伫个原职务，嘛会提供着合理有竞争力的制度，而且会保留完整的福利。记者王刘婷、陈庆坤报道。